我叫玛利亚姆美赫穆提，我是哈密萨纳姆传承人。我们这个哈密萨纳姆还别的萨纳姆哪个地方不一样？你们觉得？比较柔软。对，柔软啊。那就开始，我们先学这个脚步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你们有点硬感觉，在那么本来是软，就每个地方就放松就舒服的那种感觉，你们跳的也就舒服，看的人也就舒服那种感觉。来，再来，阿拉法德来注意，胸腰你夹的胸腰不是，这个身体往前伸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眼睛跟上手的灯。这个是我的侄子，他就学舞蹈就已经7年了，他去参加好多活动，成绩也比较好，我最优秀的学生。我觉得还是小姨跳得好，毕竟是老师嘛。阿拉法德，哎，今天学的那个舞蹈你觉得难不难？确实有点难。每个舞蹈都一样，刚开始学的时候肯定有一点难，慢慢就好了啊。现在学的咋样？还可以。萨纳姆有点难，慢慢就好了，多多练。舞蹈就是我的一生，我用我的舞蹈让更多人了解哈密萨纳姆，感受它的美。